该怎么说呢？今天看到陈爹给别人鞠躬的时候，就忽然想起了你。为什么会是我呢？身板都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却拼了命的要保护别人。所以你就冲上去发光发热了？嗯。那看来我在你的人生里还是起了那么一点作用的。那哪是一点作用？作用可大了。就像现在，我特别需要充电的时候。这个的话，最多充到20%。啊？那？嗯。这样的话，50%。这样呢？感受一下，差不多可以充到74%。74%？嗯。哎，你要求也太高了吧？那怎么样才能充到100%？这样，可以充到100%。两颗